小蛙有肚子，这小蛙有肚子可标准了。手伸直，对，把手伸直，很好。手伸直，洋洋，把手伸直，等两个腿伸直并拢，手再分开。等两个腿伸直并拢之后，手再分开，不要手不停的绕圈，懂吗？一次一次来，打开往前伸，懂吗？好，走。怎么转身的呀？你又忘记了是不是？待会要游自由泳吗？转身，转身，做一个蛙泳转身，做个蛙泳转身。嗯，看洋洋的自由泳，看小洋洋自由泳。咦，洋洋在做自由泳啊？快游啊，继续游些什么？怎么一个力的打，怎么一个自由泳加狗刨，这啥意思？啊？这啥意思？什么一个自由泳加狗刨？他还吸不到气，所以一转身他就这个手就转不过来。嗯。洋洋，推要快，把你想要的东西抱推，想好提地入水。明白吗？但是动作不能停顿，你不能一转头然后停了，转太过，一手前一手后，接着走，你这个好吗？毛毛仰泳，游一下，还有最后一场啊，过去就完了。还有最后一趟过去就完了。对。啊？要。你往前一点，开始。这是有在线的。对。羊油被我抓到了啊，咔咔呛了，怎么了？呛水了？
各种不一样，然后游自由泳在它这种泳池，它里面游的不是那么晃。是啊，就不错了，已经哈。已经非常小了，很多像他这种年龄就是。就晃来晃去，在水里面是滚着游的。可是觉得游泳干嘛的这个特点之一就动作标准，他的动作一直是很标准的，是吧？